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我是小杂木。这期视频的话，教大家玩鸡时如何百分百打大洞不会被吸过去的技巧。相信有不少鸡时玩家打大洞的时候呢，会遇到这些情况。你永远不知道大洞的另外一头等待着你的是什么，有可能一去不回，也有可能过去吃刀。如果看完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点按长赞加关注哦。好的，首先的话讲一下，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一个技巧，那就是先打一个短洞，然后再在短洞的基础上打大洞，这样子打完之后就不会被吸过去了。但是这种方法有些被动，并且打的大洞还是单向的，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只是一个洞就可以了呢？方法的话是有的，去年的时候默默的粉丝彼岸就发现了这个技巧，当时还打算给大家初期教学的，不过因为种种原因拖到现在。然后根据粉丝的描述，经过这几天的琢磨，终于发现了打洞不被吸过去的方法。方法呢也很简单，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几个打洞的规律。不知道小伙伴们是否发现了其中的奥义呢？其实大致方法的话，就是将祭司本体的中轴线差不多对准物体模型的尖角位置，并且祭司模型的话一定要尽可能贴着尖角。如果与尖角的间隙过大的话，就会像这样子，打完大洞后被吸过去。然后再来说一下那个对准，有两种方法。第一种方法呢，就是走直线对准尖角后，然后生成的大洞与祭司垂直，这样子就不会被吸过去了。如果是平行的话，就会发生这样子的情况。第二种方法呢，是45度走直线对尖角，这样子贴完尖角后，不管大洞在哪一次生成，一致是近还是远，都不会被吸过去。以上两种方法对手机端也是同样适用的，走直线对手机端玩家比较好操纵，但容易出现打不出侧向洞的情况。走45度的话比较难，但是成功率极高，这就需要大家反复练习和琢磨了。还有一点就是，如果担心生成后因为走洞被吸过去的话，可以做动物做后再走洞，就可以防止被吸过去。最后就是模型的话，不一定只能电机，也可以是一些不规律的模型，这就是要大家反复去练习了。好了，以上的话就是本期视频的攻略内容，后续的话还会持续更新这一系列视频，如果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可以长按点赞加关注，帮忙转发一下哦。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